来到我们的智慧树乐园。哇，我们看到今天的三个方阵真的是热情似火，相信今天的节目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啊。赶快来认识一下红黄蓝三个家庭吧。苹果家庭小队长刘一阳今年4岁，是个爱交朋友的小女孩，她有很多的小伙伴，她的爸爸经常陪她一起玩耍，妈妈还是位瑜伽高手，他们的家庭口号是苹果苹果动起来。家庭小队长吴雨桐今年4岁，是个活泼爱笑的小姑娘，她的爸爸妈妈都在航天部门工作，爸爸工作很忙，妈妈是位职场辣妈。我们的家庭口号是无与伦比，与众不同。爸比，你会唱小星星吗？不会呀。蓝莓家庭小队长隋宇轩今年4岁，是个喜欢跳舞运动的女孩，爸爸喜欢健身，妈妈平时喜欢给宝宝和爸爸做好吃的，他们的家庭口号是蓝队蓝队势不可挡。水上有花一样安静，和平歌慵懒步伐有遮云，心头的放晴，期待你像英勇的禁卫军，懂也不懂的守护爱情，你在回忆里